我在行。从哪里来？台北。他昨天住这边哦。对对。嗯。你读啊，你读看看。哦。这很早就到了。哎，我看你们应该是住这里。第一批。我以前在台北，退休回来开这个。哦，好啊。我说不是你的第二春。好命啊，能住在这里就。哇，这个。这边是。好漂亮。这边不要。他这个算是公务人员嘛？他是这个变委外的。哦，委外的。所以已经不是。我第一次去，我是去深圳去现场找他。那你该在线。我以前在中山区。哦，中山区啊。这里蛇很多，真的很多。那天我这样一比，哇，那一条蛇很大，在那里。没有，就没有毒的了。还有无毒的，因为这有鸟啊，它也想来吃。它会来吃鸟蛋啊，或是吃鸟啊。而且这里又都没有喷药啊。嗯。生态算不错了。但是你要有自责的地方。对呀、啊。那个要猛禽，要那个老鹰那种才会。如果它有那个笼子围住，它怎么吃呢？它没办法。对啊，只会那个蛇跑。就算进去。这个这里的保全几乎没。哎，你到你家哟。哎，到了国家。嗯。俺家让做地。辛苦。哎，到了到了，很棒。这里都是三年级啊。没有二年级的，二年级啊。如果是四年级要互惠哦。啊。下一趟你就他们要互惠。对，下一趟都要互惠。那你们可以在这里休息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太好了。好，给搞的。
切，他的叫声是在，他是阿舅姐，阿舅姐，阿舅姐，对，舅姐，舅姐，家人，家人，舅舅姐，下面问。啊，你没有表演。他已经丧失了那种空气了。